欸，大家好，我是 Ethan， 那个卖房子的小镇。那今天呢，在我后面的房子呢，也是我今天要介绍的房子。那这个房子它的所在地呢是在波特山庄，那是由 Toll Brothers 这个建商所建造的。那今天要介绍的是样板间，要卖的也是样板间，在 Toll Brothers Hillcrest 这个社区里面，Beacon 这个小区，它的这个房型它是叫 Sandwich 五房五点五浴，那里面室内面积是4074平方英尺，双车库。这个房子它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点呢，就是它里面是有双厨房，有一个是中央厨房，所以有很多华人会蛮喜欢的。那我们有看到后面这个房子它的外观呢，是属于西班牙式的外观，比较美国加州这边传统式的外观。我们看到后面这个房子，它有一个圆形圆柱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建筑设计。那在加州这边，我们常常看到有一些房子它的外观都是这样子的，其实这样子的这样房型也是蛮受当地人欢迎的。好，那我们就通过这个门看一下房子里面，一窥究竟。OK， 好，那在我身后呢就是大门入口的地方，然后我们往上看，圆柱的挑高，而且上面还有很漂亮的吊灯。好，那我们一进来的左手边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是这个房子的楼下的一个客卧，或者是可以当作孝亲房。它这个房子楼下的空间呢都是差不多层高10尺，楼下是10尺，楼上差不多9尺。这里呢是属于这个房子的浴室，这样子房子的大小拿来当做孝亲房，当做客房，都可以让主人非常有面子。好，那我们继续走下来，我们先看在这边，这里有一个客用的浴室。那出来这里呢，我们有看到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它算是一个可以当做玄关的地方，还有一个螺旋的楼梯，看起来非常的高档，非常的高大上。那客人在这边呢，算是也可以当做一个等候区。另外这一头呢，这里可以算是当做正餐厅的一个地方，所以客人来这边聊公事，或者是来这里有家人的聚会的时候，可以在这边用餐。然后接下来看到这一块，这一块呢，这就是这一个房子它的一个客厅，旁边就是它的后院，一个3块很大很漂亮的玻璃。那这个玻璃呢，可以直接拉开拉到底。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加州房，那加州房它这里还有做好火炉，还有电视。那上面呢这些装饰性的这个木条都可以让这个整个房子看起来更高级一点，而且呢这个都已经是包括在价钱里面了。现在这个房子它的定价是289万9千。这个样板间跟一般他们在卖的 production home， 它可是贵了100万。那有很多的钱呢，就是花在后面这个很漂亮的后院。那它这个后院在左右两边它都做了游泳池。那在中间呢，就是可以让客人坐在这边休息的地方。夏天晚上在这边 hang out， 在这边享受一下属于自己的一个很舒适的空间。这里是房子的一个 jacuzzi， 可以泡温泉的地方。然后再过来这里，这里有做一个 barbecue 的区块，而且这边有吧台朋友就可以坐在这里。OK， 好，那看了漂亮的后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看另外一个也是很多升级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子的厨房。现在房子的厨房都算是一个房子它的一个心脏。那我们有看到很特别的是，是不是有看到这边有2个中岛？这就是这个房子它设计比较特别的地方啊。我们现在都很流行请大厨直接到家里做饭给你的亲朋好友吃。那像这样子的这种工作台呢，
两边就很适合请外面的厨师来帮你们准备一个美味的佳肴。厨房这边柜子都已经是坐满了，而且呢它的电器是 Wolf 的，冰箱是最高档的双开门的 Sub-Zero。 那这个呢都是已经包括在价钱里面了。它第二个中岛，那这个中岛它的洗手台是这种 Farm Sink， 比较宽比较深的这一种设计。那它的火炉是 Wolf 的，然后我们看它的柜子都是做这一种比较深色的柜子，再加上它的这样子的台面，白色带花纹的十英尺的台面，看这样子配色起来看起来也是蛮大气的。这边就算是一个全家可以在这边享用早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有观察到它这边呢窗子都开得非常的足，这边看出去就是这个加州房的部分，它这里也是做一个大片玻璃的一个设计，所以你整个房子呢这样子实尺的挑高，所有这样的空间看起来非常的舒适。那这个房子它的亮点呢就是接下来我要给你们看的，在我身后这里有一个他们所谓的 prep kitchen。 那 prep kitchen 我们通常华人呢都会在这边做一些做一些食物的处理，如果是油烟比较大的话，我们这边可以做一个门然后在里面料理，所以油烟都不会跑到房子里面。好，那我们上来二楼呢就可以看到二楼属于这个房子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我们在左右两边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吊灯，那这也可以算是房子室内设计的一个部分。那在我后面这一块非常大，而且旁边还挑空的这样子的空间，这里是这个房子它二楼的 loft， 可以看一下。而且我们有看到它这个柜子啊跟台面它也都是已经给你做好了，而且它的灯饰跟墙壁上面的这一些装饰都是经过升级的。好，那我们来这一头，在这边呢有两个套间，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接下来这个走廊走下来呢，在左手边这里有是这个房子的洗衣间，是有带洗手槽的。那在这边呢，这个房间它把它布置成一个婴儿房，可是呢这个房间呢也还是有属于自己的卫生间哦。那在楼上的这个房子的一头是三个卧室，在另外一头是这个房子它的主卧。那主卧跟侧卧是分开的，有很多人喜欢这样子，主人可以享有自己的 privacy 的这样子一个 layout。 那接下来我们就看它的主卧长什么样子吧。有属于自己的一个 balcony， 那 balcony 它外面呢不只有电视，而且像这个 counter 跟这一些小冰箱都已经帮你做好了，而且这一些呢都是包括在价钱里面的。那我们往这边眺望出去，这个是主人可以独自享有的一个风景。主人房上面这个呢都是有在经过升级的装饰哦。好，那我们进来主人房的浴室。主人房的浴室一样是男女主人各一边的这个洗手台。那我们有看到
女主人这边呢还有一个化妆台哦。那在这一面一整面，我从这边穿过去，这里呢是这个房子的淋浴间，淋浴间非常的大，非常的舒适。我们看光是这里就有三个水龙头了，而且呢它都还有可以让你坐的这个坐台哦。那接下来就要带你们去看这个房子，女主人应该会非常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房子它的走路式衣帽间。刚刚看了一个，这边还有一个。OK， 好，那以上呢就是小镇为你们介绍的，现在正在卖在 Porter Ranch Toll Brothers 他们建的样板间啊。那如果你是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记得跟小镇联络，小镇可以安排给你们看房，然后甚至把它买下来。那如果喜欢今天的影片，不要忘了帮我按个赞，然后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朋友们呢，可以订阅起来。那我们下一个房子见喽，拜拜。